喂猫的狼叔说，还有人救啊。正在加载。This is Raven. We're approaching the safe house. The safe house. Roger that, ma'am. Patching you through to him now. It's a pleasure to finally meet you, 106. The Horizon Corporation had you locked away for a very long time. They must be. 主管特遣队27号。W1T4 说，这游戏是 EA。W1T4 说，马。不是，这游戏正式发售。我觉得我应该要把比例调一下，这比例肯定不对劲。我操，门口有人接我，我也不知道是谁，声称自己叫27号特遣队。好像还是，哎，现在正常了。它不能用全屏啊，它不能用全屏，要用无边框。有的游戏很怪，我也不理解为啥。哎，为什么 FOV 这么近的？100，有点差不多，差不多，却比刚才看见好多了。早没调，行吧，反正这只是第一章。他们把我接到这地方来说，我已经被他们关注很久了，但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去见他们领导应该是咋回事。这游戏得是就是这么暴躁。循环气闸，气闸啊，这什么地方啊，为什么会有气闸？实验室那种已锁定。你别吓我，怎么？你确定我没看到有人站着？我这里搞得有点吓人，这么糊我能看清楚。人呢？自定义外观。哎，这是啥？啊，没用的密码板。现在应该没什么别的。What is this？ 这真自定义是吧？什么 TF27 是什么东西啊？什么是 TF 啊？就是 Task Force 27，加拿大分裂。你猜？震惊！我操！爆了！爆了！完了！刚才怎么有个什么强调色恶臭，白色，来个白吧呀！大宝傲娇说：“亚麻爹，我好饿，我好饿。”大宝傲娇说：“饿长官。”鬼猫的狼叔说：“行，就就白白色，我也看不见也是。”袭击一座地平线设施。我被他们救出来是为了让我去打进更多的地平线组织设施。那这种什么收容就随随便便把人打破了是不太战斗模拟器。哈 ？What is this？ 战斗模拟这 construction， 试试狂暴。狂暴有多离谱，咱们就试试。为什么这开头加载画面是一个核爆？我不太理解。这什么？操！20波。这就是狂暴，这就是他们的狂暴，我靠。
我不要玩战斗模拟器。已编辑，地点被抹掉了。上面写的什么 ？Task Force 27 Confidential Destroy by Date， 写了一堆坐标，估计都是地平线设施的坐标。Mission Briefing Operation 抹掉 ，Date 抹掉 ，Location 抹掉 ，Personnel 抹掉。这，你他妈这文件就别打印出来了，行吗？有屁用啊！打印出来全给抹了，也是神。武器配件，消音器，折叠式、非折叠式，这些是防弹衣。选择任务 ，system， 为什么这基地一个人都没有？有点奇怪，我觉得。一个人都没有，全是监控，啊？世界地图，这是已消灭高价值目标，地平线首席执行官、组长、执法者，这什么鬼玩意？炼金术士。潘多拉疗养院区域14。潘多拉疗养院这地方是在阿尔伯塔省。阿尔伯塔。潘多拉疗养院由地平线运营的高科技临终关怀设施。我们的卧底艾默生博士成功渗透该设施，但突然失去联络，与其他特遣队27的小队一起进攻该设施，调查事情的真相，有可能的话救出博士。WLT 四说 ，Jasper。对，基地里没有人。贾斯伯 ，Jasper。他一开始有一个什么大脑记忆移植，让我现在不禁好奇这件事情，这怎么这么怪啊？是啊，有人就这一个人，一个大公司在进行各种实验，那种安布雷拉一样的玩意。要是要不是，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干嘛，反正目前他们的目的就是摧毁，而摧毁地平线的资产。Your objective is to rescue Dr. Emerson. Our intel says he's somewhere in that tower. 找到 VIP。Pandora Institute。经典，进入了。要干掉防空炮的第一个目标。音乐，哦，上线了。
一座到。This is Utah 1, we are moving now.你说这游戏完全没宣发都没听吗？要不别人推荐我都不知道有这个游戏。网络骑兵也没有。普通难度也太简单了吧，我才注意到这血条他妈不掉，这普通难度不行，这普通难度太离谱了， What the fuck is this？这不能玩普通，我要调难度，太简单了，非常难，我在那躲了半天，原来都是无用功啊，搞了半天啊。这普通难度不是来逛街的吗？这血条厚的跟个啥一样，我自己这样就没劲，还是要搞的。爆破炸药，自定义武器，消音器手枪，怎么又来消音器？又开始了。肉盾 Come on Come on motherfucker又自定义武器。冒险小孩说：“冲冲冲！”冒险小孩说 ：“Operation Red Room， 2024年9月14。”什么叫 Red Room？
They will be members. 志愿者之前提到这个地方，什么志愿者为人类献身，什么还有很多疾病等待我们攻克，这些应该都是被他们用来实验的志愿者。所有这些。这个聊 Pandora Institute. We will carry their light. The fire.Final.这极难才像脸一样。怎么样？设计敌人丢下的手雷，以此消灭敌人。一瓶，操！什么破烂售卖机？只有水，还让人选，5.5一瓶。The choice is yours。什么 choice 啊？这对面有人，Oregon，消音怎么全给？霰弹枪也给消音器，咱这。真就真是小运气，这没，啊，是什么流派？潜行喷子流 ，Horizon， 绿洲塔出事了，启动高射炮，锁定所有电梯，激活激光门，不能让任何人或东西进出绿洲的。这什么 concert? AI generated concert. Live the life you always dreamed of with all your fans. 操 AI, 什么叫 AI 演唱会呀、啊？好可悲呀、啊！
操，这么厚！哎操！也错了，别！什么叫重启循环？什么后玩意，我操，这他妈装甲也太离谱了。跟个什么玩意，肯定有，但是没找着。你他妈的，操，死玩意怎么不死啊？Holy shit！
这儿。陷阱。引过来比较好。来，来，他们不来，我操！说有人说有吓人的地方吗？到现在也没有。这游戏哪里吓人？我操，这是什么？这游戏也没吓人。看看这重启循环是什么意思。嗯，重启循环和读取障碍没有区别，不太理解。冒险小孩说好惨啊。我操，这游戏好像的机制是不打敌人就不回技能条，貌似是这样子，很有意思。你不能靠龟缩回着吧，没用。这一下不就清完了？让他们来一堆！冒险小孩说：“武力轰轰轰 ！”Shit！滑板了，我靠！全场溜冰了，这是。先溜进去，我决定合适我的难度是困难而不是非常难，这是困难，简单太普通太简单，但是
险小孩说，本次降噪器我操，这手雷扔的真准。滑板鞋，滑板鞋。对，这游戏不战斗就不给回能力，你必须要高速移动，保持一直战斗，你不能躲，一躲你连能力条都用不出来。越躲越完蛋，这游戏睡意，越是紧张越要打。我靠，有意思，你们他妈早干啥去了？冒险小孩说，哈哈哈。还严格封锁外部，我他妈要你们封锁外部。我操，这里面就是他妈个停尸间，管这地方叫疗养院，离谱。我操，这鬼地方叫 Institute。 GEDHRQ 说，咱们星空什么时候更新啊？重整一下，该死了，没弹药。萨玛利亚，
疗养院，叫停尸间更合适。中庭，警卫开始放弃逃跑，放弃岗位逃跑，目前尚不清楚为何而已。Lockdown in effect. Report to designated locations. 啊，的话，这什么玩意儿？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对，截图键是哪个来着 ？F12，我改了。F10。Instead of jumping off a cliff, you can jump into Horizon's arm. Volunteer needed. 意思是别自杀，来我们这。我操。Walk again. Limb restoration surgery. Your sacrifice will save lives. We are humbled by your selflessness. Art is immortal. We will cherish what you leave behind.Love is eternal. AI reproduced personalities. Continue where we left off. Death will never do your part. 他们到底在这么干什么？反正都是各种生物科技一样的东西。Hospitalized her whole life. Brilliant minds but short lives. And still they are giving us their final days on Earth. Curing blindness, see your loved ones again. You dream it, we will build it. 安布雷拉是吧 ？Umbrella Corporation. 106, man of the hour. I'll get that elevator unlocked for you. There, I got it. According to the schematics, this elevator is going to take you straight to the basement. Access denied. It's probably flooded with grunts right now.That shouldn't be a problem for a super soldier. Super soldier. All right, good luck. What the fuck? 又咋了？我感觉从这里是不是游戏要不对劲了？刚说完，怎么了？Weight over lift 1000千克，怎么可能啊？我他妈超重啊！刚才我顶上有东西。我操，这开始了。猫的狼叔说：“好家伙，开始了！这果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这游戏，刚才趁电梯的时候，上面显示超重1000千克，上面有东西过去了。”然后一进地下室，已经被杀光，满地的血。对，开始了啊！果然，
就是说这游戏不可能是像之前完全像之前看的那，如果大家管它叫极度恐慌 ，Don't use elevator 啊 ，Do not use elevators。我操，为什么把这 ？Take only one. Don't be selfish. What the fuck happened here? It looks like a security lockdown is in effect. We need to find a way to disable it.下地下室来救爱默生博士，但是地下室，他们说地下室里应该都是士兵，但是这空无一人。救一个博士，我们的联络人，但是血手印。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文档，说说这样。你可能会担心我们的研究是否有违伦理道德，这我理解。重要的是记住它对成千上万的生命有潜在的益处，有理由突破科学和医学的界限。重要的是不要让个人情感阻碍进步。我们的终极目的是拯救生命与改善人类群体。巧了，安布雷拉也是这么想。是。Medical wing 被锁上，我操，我感觉不妙。你当我没有看到你吗？我靠，瞬间变他妈，我操，我影子把我吓一跳，哈哈。欢迎船员B神的降临。Motherfucker. 这边能上去。这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之前还总是快跑，现在不敢快跑，不敢跑步了。什么鬼动静啊？说实话，这动静听起来像是 Rally Point Omega Stay Out。什么动静啊？我操！这，我操！我直接差点下意识穿袭到掠食里。你是他妈 Mimic 吗？这椅子卡在桌子底下，在那里。经典的那种物理故障声，搞了半天我还以为是啊，To Unit Texas Unit Denver KIA Abandon Go to CP Maxwell Link with Unit York Stay out Examination这有血脚印，我Find Dr. Emerson， 为什么 ？Last seen by Unit Denver. Searched. Maxwell.Server， 鬼猫的狼叔说：“这椅子是懂气氛的。”极度恐慌不就是这样？你是吓人，但也有更吓人的。Reinitializing facility.
双弹。什么的？操，一个蝙蝠一样，天鹅人啊！我操，果然有别的东西，该死！实验对象。操！虽然我很怕这种东西，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这种某一个设施里有某一个怪物的题材就没有任何抵抗力。我操，某一个科研设施什么的，然后啊，然后那种我的冰箱是发现你也是这么高的物，就是不要鬼猫的狼叔叔，我应该是个人样吧，生化危机了，应该就除了有个人样之外哦，挺大呀这地方，那是帽的，可能那就很粗糙了，感觉。我操，怎么这么黑啊！我去你们！他特意做的是不是？就尸体声音那么大。那他为什么要发声音？妈的！哎，这边是我来的地方。哦，我操！我要跟着他走，知道？对 ，Maxwell， 我要去 Maxwell。他是从哪跳下来的？这儿。不是，我记得是从这里，是这通风管道。那我来过这吗？哦，我来过。Medical wing 刚才是封锁的。Jackson lockdown。CP Maxwell， 我操！你 keep out， 你不是，我意思是，如果一个房间写的 keep out， 难道不进去看？人就是这么的贱，好不好？这我跟你讲，你要争取。我操！也没子弹了。哎，这两枪还不一样的呀。一把是步，这把是步枪，这把是冲锋。靠！我为女朋友拿了一把。Oh shit！ 他帮我省心了，都他妈锁上了。这个是开。你没发现这个手电筒非常奇怪，非常的半条命啊！手电筒。哦，那刚才那个人，他在。哦，这里面是不是有东西啊？是的。不，这是试验品吧？这是某个试验品，应该这实验室。我操！我觉得他一直被我玻璃上。哎呦，我去了！他妈！我以为他对吧？这隔离窗，你他妈两拳给敲碎了！我操！我就知道会这样，我已经猜到了，我已经看到他一会儿应该要出来。他怎么死还是瞬移死的？然后炸掉了。哎，看这手里有枪，有子弹可以。妈的，这没有会自动捡。哦。靠，这不。这不连接一下，看一段。很神奇的一段文本，访问用户记忆，异常证据上传文件，根本不是救援任务。罗伯特·克雷默，首席执行官。鬼猫的狼叔说，体液是强酸，但是我们中出了叛徒，我们中出了叛徒。意志被突破的情况并非巧合。13A 和 13F 都毗邻维修管道 D。艾默生博士，哦，他们知道，艾默生博士是我们的人，我们是来救他的。本来不是 ，Maxwell 是一个是他们没有搜查的区域。我们现在在这个，他们找艾默生博士，别的区都没有找到，所以他们来这里。是我们本来是来救的，结果他们是来找，结果后面，结果艾默生博士在这里搞事儿呢。把这事儿整出来，对。但是我们好像也不知道艾默生博士在这搞事儿，我们只知道他是卧底，没让他搞事儿。有可能他被发现了，然后才要搞。西是潘多金，这是那种变异的东西。潘多金对受试者心理产生不易影响，经典。状况健态状况持续，就经典那种某一个东西本来看起来很好，但是副作用导致。
这个尸体叮咣的声音真的离谱。对，这个是多少钱？就不到100吧，我记得刚出，因为它是它 GA 版，不是不是正式版，但是就是刚出。黑色行动任务日志，谷仓大型金属箱，这怎么说 SCP？ 特工发现一个，然后这箱子里面是什么？装入地平线219班机，发现的东西黑色型，会不会是刚才那个怪物？蝙蝠一样的玩意？什么鬼动静啊！我操！有人要被生啃了吧？哦，他的队长机，原来是已锁定。给我把霰弹枪，我现在没霰弹枪，就手也很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只有霰弹枪才能给我那种。安顿扎勒尔，击败思想人的竞争队，难不成我们是他们的竞争？将人民的安全置于首位，哈哈，哎呀。我不知道他们自己撒谎自己都信了，还是这个人真的不知道这里面到底发生了。Sterilization Sigma Hot Dog 8.5一个热狗，我操，这是物价。那边他们咖啡真也这么小一杯4块，但咖啡还算，就热狗这东西不应该很便宜怎么办？哦，他是不是那种加日本狗是吧？我说那个是 Japan Dog， 不是那个日本狗。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温哥这他妈什么东西、啊？我操！温哥华有一家很连锁的热狗 food truck， 叫做日本狗。这是他妈的潮！他那个 Japan Dog 上面还有和牛，但我看的，我觉得和牛做成香肠。我操，这什么？他们，你们养出什么？来了，开始了！别他妈吐酸液了！还有，他这个标识能告诉你还有没有？好快，我操！怪不得给霰弹枪，我只能说，又开始滑冰了。我操，这么多！谢。啊！谢的没弹药，这他妈不会。哎，有了，看我得回去捡。鬼猫的狼叔说，主角显示成功了大活物实验到期的超能力。Come on。是，没啦。刚才那个大的我觉得可能没那么简单，这就是操，开饭了是吧？
这枪上都是什么？这东西有伤害吗？哎呦我！有时候没事。这我记得这好几个子弹，它都子弹都不强。哎，狙，他妈不能啊 ！Mouse 三啊，原来这个是那别的枪呢？没有，我还以为，我也不知道是。你想用吗？我觉得是。是是。全都不强了，不像一点子弹。好吧，这我也是蛮。狙，哼，这玩意用手柄玩就得噩梦。太节奏了，其实这门可以撞开啊，这就是 checkpoint max， 已锁定，血袋。Reactor， 我操，这里，嗯，现在在用备用地，这么黑呀、啊，有声音。整，又给了这个，是不是有意思啊？迷路了，不能。对，这儿电梯。Overrun， 我操，这是什么？电梯已经被哎呦我操我操长得这么离谱，这玩意是人变的？你们把什么东西放进来？好吧，从这给我推下去，把什么地狱里的玩意放出来了？我操，这他妈什么鬼地方啊？耶，我操，这妈的，我捏的没有，还真没看。哎，我操什么？哦，我把，操、啊，没有，博士不在，哇，看不清路，我操，鬼猫的狼叔说人造地狱，他、哎、挂。这怪以后肯定还要露面。冰神的降临说：“手忙脚乱。”这金币是啥呀？反应币？我摧啊！目标是摧毁实验队。我操！我操！步狙一共有多少？这是步枪、霰弹，对，冲锋手枪。问题是，啊，以后有血清了还可以双持。他妈折叠是强多？不知道，不是他能
觉得飞蛇就是应该更稳的。降低。它不停放后后一点，它都有这些吗？不知道，后坐力更小，装弹时间略慢，后坐力更大。试试。不是这儿，哎是，哎呦我去！一个个碎啊！灯雾反灯。Systems. Alert. Maintenance team required at reactor. A maintenance team. 2, 3, and 4. 花小姐的乒乓球拍放个蓝灯，可以偷盘子吗？神和偷盘子，椅子不能坐，首先。极度恐慌元神启动。死啊 ！Maintenance crew 早死。我也不知道自己长啥样，但我看那些士兵对我没有那么大的反应，应该还是个人一样。一开那玩意就要进了。我啊，用鼠标玩游戏是这样的，你不把那个东西啊、哦，因为以前没对啊、哦，对对对，全屏不会，操，要来了、啊，什么动静啊？你们天天的。这光照做的挺好，你要进入一开始的场景让你觉得很旧，但你看现在反而就一光遮死虫，光照设计的好就能让场景观感好，而且它光照设计确实好。什么东西啊，前面这一段才需要这种氛围，这种哎，让我想起 Alex 那一关，杰夫那一关，我操，音乐开始，音乐一上就不吓人，干啥呀？啊？神，牛逼！行，你就是现在不能打死人，要抓，往里扔。人呢？问题就是往那门上扔吧，这意思是。这边都是枪，给了很多枪。还有，好，先把这个给这样往里边开始，哼，哎我 ，Here you go。这还有，让他们靠近。哎我操！什么 ？Come on。Yes. Okay, that's it. All reactors are crashed.
又是你，天鹅人，他真的很像天鹅人。我操，开跑！五、哦，正义说做啥游戏？还回头，我可不敢。脚步声这么响，啊，哈哈，懂，经典。我他妈根本防弹，这货，只能拖延。火焰越来越近了，而且空间越来越小。Come on！ 欢迎团员，不过六号白天。这是啥 ？You are 。还在动动动的，啊？水猫的狼叔说：“防弹蝙蝠是你，蝙蝠侠。”首席执行官。为什么他声音那么小？图波列夫的白天鹅说：“是天鹅人。”确实像天鹅人。目前看来像什么 BSAA， 但是谁说的准到底怎么回事？对，说不定是某一个竞争对手公司的部队。哎我去，表现不错，妈的，你们下去分一分一点。就是。嗯？操！来了。哦，这啊，他半边脸没打。他好勇啊！他有弱点，有弱点，打出来了。打！操！天鹅人，真是天鹅人。说的对，真是他妈天鹅人，不是像，操！我操，他们好勇，血！妈把自己炸死，真牛逼！而且你完全没在打他弱点，打我没，打。哎，把队友铲飞了！我操！我操，都变了！哎妈！鬼魂队真厉害！我等他出来。妈挺聪明啊，这货！一遮就跑。其实隐身没有多，
还啊，弄死了，这手雷扔的挺准。天鹅人，这是把都市传说。这最近好像游戏里特别喜欢天鹅人，是吧？自从感觉辐射七里有天鹅人以后，谁都天鹅人。虽然以前这都市传说也很久，但是没有最近这么火。你早干啥去？给我点支援，在天上操！这不可能救下来吧？这怎么可能？他成就，他一直在跳成就，我就喜欢这种游戏，我就喜欢一直在跳成就的游戏，特别爽。这是加载，嘿，因为 SSD 加载太快了，所以。你们啊，整个就我一个人。Hello， 没有话跟我说。这是什么？啊，挖掘任务。这是什么？我操，冷冻仓，这应该也是个生物实验室。Silo access。欢迎船员。不是，那是外面冒险小孩。这个是个 silo， 怎么发核弹炸辐射兽女王去？胡波列夫的白天鹅说，设备声音听起来像 MGS 的 AI。他要受我啥呀？受 reactor， 核反应堆，这啊，这行，真是核弹井，真是核弹。敌人占领，那现在你这是 flag 一立，那就 B 后面 B 要激活哈。到时候往这一按。为啥叫海参呢？所以这游戏 Tree Pond 和海参有啥关系啊？我觉得你要是什么深海怪物我也理解。海参二又叫小七六，为什么不叫小黄瓜二啊？啊，等等，我是从哪来的？我从这儿。哎哎哎，这个电池，我操，脚底打滑，这我他妈没上去就开了，可还行。应该自动补满出任务的，你有个地方可以补子弹，战斗不是有个靶场。我有点迷路，每次又是你连接仙人，为什么又连接了？以边他没有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你，谁传的也没有说。哼，就是刚刚那个人呗，就那个说你一周倒了两次的那个。总裁用这么那隐晦的方式给我发信息，我觉得应该不是，应该另有其人。